一年一度的全国环保清洁人员联谊会非常的热闹，全国二十乡镇市总共一千多位环保清洁人员参加，包括副馆长徐克豪、台南市长谢淑阿，以及多位辛苦当选的管理员嘛出席来关心。大家的工作是在基层是很辛苦，不管哦，气还是坏天气，其实大家的工作都是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轮班，都相当辛苦。啊，在这边要代表苏志芬县长来感谢我们全县所有的清洁队员。清洁队员平时的工作非常辛苦，尤其是遇到天灾地变，勤务更是加倍繁重。今年全县有三位资深的清洁人员代表分林县来接受环保署表扬，县府的会长嘛颁奖肯定因的付出。啊，这就去接受表扬，心情啥款？哦，袂歹啦，欢喜无？有啊，有欢喜啊。哇，足欢喜的咯，哎呀，就讲啊，啊，感谢感谢第一次。第一次，但是过去，咱我讲啦，我领无劳工已经领过五六摆啊。黄沙灾源较无，啊，阮山区较有灾害，啊，算起我黄沙的较拉皮去抢收，啊，百姓遐农产品当有在摕出来卖。哦，啊，一号伊先地动，都我去台东的，到找迄饲猪场。县府环保局表示，今年伫环保清洁人员的辛苦努力之下，无论是路面清扫、环境消毒，以及粪扫清运等方面，各项的业务拢有进步。我们在这个垃圾的量的部分的减少哈，还有这个资源回收的部分哈，这个比例都有提升哈。未来县府环保局将持续来推动粪扫分类、资源回收，以达到粪扫减量的目标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